劳基法中婚嫁的规范是关于劳动基准法中婚嫁的规范，需要一次请足和婚嫁八天不含例假日，何者正确？婚嫁八天不含例假日，我婚嫁就放不了三天了，为什么？你不要想了，这跟你无关啊。我觉得我没有说什么，我是零啊，我知道啊。你不能因为你的成绩都迁怒在我身上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民新攻略。